未经生我随时我，生我之时我是谁？来时欢喜去时悲，合眼朦胧又是谁？佛教经典故事，千金小姐，万金花香，在世情缘。秋冬是自然的变化，人的运命敢是出世就来注定。花开花的声流转在一条线，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，一切又在你来看。若要讲你生啊，若袂着青春的影，岁月已经过一半，也是随缘。故事来讲到的玉林师傅答应着王宰相这件的婚事，当然以附带条件，也就是讲希望呢王千金助理一定爱答应玉林，事事行行一一为准，也就是讲这个条件呢，玉林师傅那是讲什么话，那么王府的千金就必须要尊重伊。当然，这是一件真普通的条件。女人嫁嫁随嫁，嫁到随到走。三从四德，一切以红色为重，所以这个条件算起来是无什么的为难。但是玉林会开出这个条件，当然有伊的想法。果然无偌久，王府的千金知影讲玉林师傅答应进门的婚事了后，伊的病情真久就安尼好起来。伫王府这边面，大大小小为着这个王夫人甲着这个王爷，大家人都非常的欢喜，也准备选了一个风度吉吉。要把祖宗来嫁予玉林，但是这件代志会使讲是一个天大的消息。伫中文系所有的这些师傅，甲着一般的这些信徒，为人较浅见，无了解的人，的议论纷纷，认为讲玉林师傅。伊出家只短短六七冬，那得得到这么大的福报，会当阁还俗去娶亲。当然嘛，有人认为讲玉林师傅究竟也阁是年轻，阁生得这么啊俊貌，当然受不了的这个色欲，甲着这个财力而未歇，也难怪讲伊会要还俗去娶亲。这门的亲事又果是这样的荣华富贵，任何人都一定会心动。但是也有人在说，
玉林伊是一个江苏昆林的人，伊的父亲姓杨，伫地方虽然毋是讲大富大贵，但是家庭还阁算是小康。当初玉林要出嫁的时阵，一直要求着伊的爸母来答应。玉林算起来是一个真有名的孝子，为着要多相亲，要互因的家族亲戚眷属会当跳脱六道轮回，所以才来出家。但是今仔日的玉林，所竟然答应要来还俗，要来娶亲。不过，当然有一半遐比较靠修为，即个年轻，即个出家师父，伊拢了解讲玉林毋是迄款贪图富贵荣华、贪图即个美色的一个师父，伊应该有伊的苦衷。婚期渐渐逼近，这一天玉林师父来到着主持师父的寮房，要向伊来辞别。师父，玉林自从出家来到着中文寺，虽然我是还未得到证果，毋是一个甚物款的圣人，但是我自认我一直严守的戒律，将来唔敢犯戒。今日还俗去娶亲，一切是以师父为准。所以玉林若做了无好的所在，希望师父你会当对我教训。哦，唔免咯，玉林，为师知影你的心情，你唔免挂怀。那，你即间去是要去救人？为师只会当甲你讲，希望你会当为咱中文寺为佛门来争光，争取着佛门应该有的名誉，也嘛希望和中文寺的信徒会当相信你有人也为人，所以。为师对你真放心吧，你去吧。玉林也是讲是一个真尽责的人，伊虽然讲要离开中文寺，伊阁再三向着伊的师父来交代。师父，玉林我伫大殿一直是咧担任香灯师，无论是供香。点灯供佛，这个职务拢是我在做。不过这次我要还俗去娶亲，我希望师父会当帮我搁再找一个香灯师来代职。不过只要给我三天的时间，如果三天的时间我若无倒转来，那么请师父你搁再另作打算，搁再另找人选。也若是讲三天以内我来当倒转来。我希望讲，我同款会当担任大殿的香灯师。你放心吧，为师了解到你的心意，你依然也是做你安心去。香灯师这个职务，当然师父会向你保留啊。伫王相府这边，哇，大大细细，这一天会使讲是张灯结彩，喜气盈盈。那当然，这个王老爷伊是要招呼为赛，所以当然来送一挂聘礼给庄文喜。但是玉林伊一切以师父为准，所以。师父，这个这件的婚事算起来是你答应，当然这个婚姻是你主持，也这聘礼，我想，
所有的品力为师拢甲退回倒转去。也那是聘金这方面，你想，也不如安尼吧。如果讲这个礼数是应该爱收，也那无得该收了。或咱中文是作为中文是未来建设的基金，也就是讲，会当一部分来供养着咱寺院这些上主师父啊。嗯，好，这也是一个真好的方法。总袂当讲，把人的聘礼聘金全部拢送回，所以为师只该收一部分。所以这一天，这个花轿把准备要来迎娶到这个姑爷。这一天喜庆盈盈，玉林师傅在伊的寮房也准备要打包，看到伊的行李，准备要过门去迎娶着王府的千金助理。玉林是一个真念旧的人，一个打包行李，伊就穿着伊的福田衣，也就是伊的锦衣，出街咧穿的衫裤，那个包了两领，咱伫这个胸怀依依不舍。哎呦，师傅啊，玉林，玉林师兄，啊，你今麦去是要做姑爷呢？啊，搁再讲，人这王府吼是大好爷人。要爱穿什么衫裤、锦罗绸缎，拢总嘛免烦恼。啊，你这两件破袈裟也要扎去哦。师弟，你有所不知，玉林一向是以这个福田衣来暗看着我的学生。结今仔日虽然讲要过户去娶亲，也毋过我对这福田衣嘛是有感情，所以我想。我要扎两件福田衣来过户去，哈？安尼哦，啊你敢穿会着？师弟，这你就免管了。那么讲到王府的这边，而这个新娘房的助理。翠红会使讲是比伊小姐还佫较欢喜，安尼装出装入，为着小姐一个张罗。这一天的翠红，安尼会使讲是面上笑盈盈。小姐，小姐，翠红，今仔日人客遮尔啊济，你咧讲话莫安尼粗卡重地，安尼装出装入。你会害我哄笑呢？哎呦，啊人就足欢喜呀！小姐，我甲你讲吼，啊小等迄个新郎拿来，迄个万金花箱。哎，这个时阵未使阁叫伊万金花箱咯。哦，无咧。当然你爱叫姑爷。万金姑爷啦吼。爱叫玉林姑爷。对啦，伊叫做玉林啦。是讲小姐，今仔日吼是好咧，家在讲你是招呼为善，伊是来互咱招的呢。啊，今仔日若准讲是你吼要嫁过门，互做新妇的，我看吼我着对袂着安尼。安怎样讲心？你若是嫁皇做新妇，我这个做主干的吼，就算做你的对桥后，啊，你就袂当嫁过安尼。你唔通乌白讲，对桥后这个名称要适用伫这个主仆两人。无人讲对桥后唔是这个意思吗？哎呀，你即马个少年，你哦，加读寡册，好咯，赶紧的，呀，时间干要到啊。啊，袂啦！哎哟，小姐你是拢毋捌见过红袖，安尼敢若遮尔欢喜？人即马吼，迄个老爷即马伫个
头前厅一个接待遐贵宾呐，啊，讲来施行到的时阵，迄高爷自然就来。到迄个时阵吼，讲换过你爱去共掀叫门呢。我对啊，嗨，高爷是互咱招呢，互咱招就敢那亲像咱去甲踹过门呢。是讲小姐，啊，伊互咱招的，安尼以后伊唔得爱姓王玉林，别当安尼胡白讲。一切爱以玉林师傅为准，师傅，今麦你搁咧叫师傅，你嘛是跟我讲话咧改袂过来，以后你得爱叫玉林相公。王千金当然头一届要做新娘，内心的欢喜，会使讲为着这件婚姻一个安排的时阵，伊逐天就充满了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心肝头是安尼砰砰跳，面上是安尼一阵啊一阵啊红，想着讲这个愿望终于会当实现，想着讲伊甲玉林。以丁世人两个人都这个宿舍一面，所以不管人一个讲夫妻是注定三世因果缘。王府的千金玉，这个助理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欢喜，但是当然伊嘛有一点点啊非常的担忧。伊安尼生，招夫为婿，尤其是将着这个出家人，甲招做红婿。一直唔知去魔幻着佛法咧未？李玉林这方面有伊个打算，虽然讲唔是圣人，虽然爱袂定得正果，但玉林伊对着这个王府的小姐助理，敢会堪比圆房？两个人敢会当过着洞房花烛夜？这个故事会使讲是愈来愈精彩，考验着这个玉林。伊的这个心态，伊是毋是会去美色来个美色，或者是讲有甚物其他佫较好的办法，要来甲这个王小姐来进入这个洞房花烛夜？故事非常的精彩，咱一定要继续听落去。千金小姐，万金花香的再世情缘。就来注定，花开花的声，流转在一条线。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，一切犹在你来看。也是随缘，较快活。